原标题，长孙皇后为李世民选了一位绝色美女为妃，却生生被魏征给搅和黄了一代名相魏征，现在也写作魏征，因敢于犯眼之见而闻名天下。正是因为有了魏征的逆耳忠言，有了李世民的虚心纳谏，才有了大唐盛世贞观之治。对于李世民来说，魏征是真正的政有见臣，不仅国家社稷他魏征要管，连皇帝的后宫私事他魏征竟然也要管。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，为了避免自己沉迷女色，他在即位之初曾将数千宫女放出皇宫。贞观八年，长孙皇后为李世民寻访美人，用来冲入后宫侍奉君王。当时京中最家喻户晓的绝世美女就是大臣郑仁基的女儿，这位女子美艳无双，国色天香，而且博览群书，品行端正，堪称才貌双绝的倾世佳人。